阿斯在看什么？一眼望去，天空那么的蓝，树叶那么的绿。阿斯在绿什么？来到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就要让眼睛好好的放松，多看绿色的植物。好，你现在是唱京剧吗？啊，看完了没？看完了，想说来一点不同的开场嘛。毕竟今天来到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因为你也知道哈，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做爱心的这种心哈，它就是一直涌上来，一直涌，一直涌上来这样子。我能透过什么方法分享给大家？就是透过影片嘛，把这个爱传出去。我们上次做了什么？我们先断舍离之后，然后去送鞋子。对，我们今天又来到另外一个单位。哎呦，其实这个单位我有点担心你，你知道吗？我就怕你说错话，因为哈有些玩笑不太能开。哎呦，这个地方是爱盲基金会来庇护工厂。里面有很多庇护的员工，就是要被照顾的员工。讲到这个哈，因为他们少了一个感官嘛。对，因为少了一个感官，那听觉就会，他就会比较的放大。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里讲话，他们都听得到？突然等下来抽考一下，会不会像以前的那种特工啊，什么什么监听的人员？哦，我知道那个谁演的，那个谁，什么什么风云。那个什么监听风云？梁朝伟演的那个嘛，是吗？风声，风声。但是呢，我们用比较好玩的一个包装，我们来体验他们在做什么。对，今天主要来到这边呢，就是要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不方便。对，然后我们看可以去怎么帮忙。对，没错。那我们就进去喽。嘿，今天要有两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环境。我知道可以来这边拍摄的时候，我是蛮开心的，因为毕竟我们对于这一个领域非常的不熟悉，非常的很怕讲错话，势必会有一些正确的用词用语，我觉得可以让观众们知道。在我们工厂里面呢、主要工作者都是已经有手册的身心障碍者。我们虽然叫做爱盲，但是我们不是只有收视障者而已，我们也有收心智障碍类或者是肢体障碍类的，就是身障者。哦，我懂了，他们有点像是找工作的话，可以到这边来工作的意思。是的。那如果比如说他年纪可能稍长的话，也有办法吗？对，有年龄的限制吗？没有年龄的限制，只要他满15岁就可以来这边面试。哦，进来的时候他们是可以领薪水的，对不对？对，我们在这边都是领有薪水的，所以他们可以同时领有身障津贴，但是也领有一份薪资。这边就是所谓的工作区。对，工作区。可是我怎么看到有人在折不是盒子类的东西啊？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的代工项目就是有一点多，所以我们有一般的代工区，就是这边的织布啊，贴纸布，贴纸布。然后也有就是工厂的商品，就是我们的礼盒，爱盲庇护工厂出的自己产品。对，这个都是我们的商品，主打商品是果干类，然后跟茶叶。哦，所以他们等于就是折这个爱盲庇护工厂就推出礼盒，然后再去贩卖，贩卖的收入才有办法支付他们的薪水的意思，做一个健康的一个 circle。因为我知道视障者有分全盲跟低视能的，那他们的分配应该就不太一样，对不对？对，我们这一桌的两位在折礼盒的都是全盲的。哇，真的假的？真的很厉害。真的很棒，两个，真的很棒。你没说什么，谢谢，不客气。哎呦，好害羞。它是透过手的触感，然后去折。哎，你也常常透过手的触感在做一些东西啊？废话，对啊，哎，怎么笑得很开心？听懂些什么？小竹，我做的对不对？小竹，知道。好，那我就问，来，你要跟他们 PK 还是我跟他们 PK？当然是你啊，你常常在用手摸一些东西，你当然要跟人家。那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刚好可以来 PK 一下。输了怎么办？输了脱一件啊。这里这么多人，喝个饮料 OK 吧 ？OK， 我如果输了，我请大家喝饮料。哦。我跟你说，你不能让我也不会让你，认认真真比一场，公平、公正、公开。OK， 那等一下要准备哦。我们三个直接一起，你觉得怎么样？OK， 就你们三个了。阿红、小竹、董仔 PK， 要比快哦。我认真的，这个都给我走开。哎呦，哦，
好，来准备哦，我数到一就开始哦，三、二、一 ，Go！有人完成了，哎，我换掉一个了。小竹又折完一个，哇，那边实在是太多个，东仔，我看你算了吧。五、四、三、二、一，结束。旁边有一点点整感，很严格哎，这三个不行，三个可以。啊，我有三个不行。哇！那我们都可以。哇！哇！被阿红给 catch out 了。那小竹有几个？OK。哇！我输定了啊！我已经输了。你才三个。三位的都可以。哇！盛辉太强了啦，对不对？我们里面最多的耶，来，给自己一个掌，爱的鼓励，五六七八，嘿，董仔请饮料，要喝哪一间？谢谢。不客气，因为我玩游戏玩输了。接下来。下一个刺激了，我们要真的体验视障人士他们眼睛里面所看到的世界。然后因为你们有分有，比如说有白内障的，对，然后视野缺损或者是黄斑部病变，还有青光眼。哦，对，这些都是低视能啊，有部分视力的，了解。你直接变那个蒸汽朋克。很难呢，因为来我形容给大家听，所有东西都变得模糊，包括就在我眼前的五根手指头。哇，这个蒸汽朋克。好，来哦。哎，这个。对。看我厉害吗？这个，你想比中指对不对？哦，这个是。这是视野狭窄。哇。这个是。这什么世界？它只有一个小点看得清楚，跟显微镜一样。它就是这个点中间是清楚的，其他全黑。还有一个重点哦，就是这个圈的这个边有没有？对，是蒙的。哦，一个蒙的边。所以很痛苦哦。这超痛苦的，我只能用一个眼睛看到你的全部的样貌，我不能两个眼睛这样看你，因为两个眼睛是不同方向。我给你们看东仔哦。哎，对，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对，大概就是这样。这个呢是有。黄斑部病变加视野缺损的一个体验眼罩，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感觉吗？就是密集恐惧症哎。哦，这会密集吗？我会，所以我们刚刚体验了折纸盒，然后呢也试着体验这个会有不同状况的视力下，所以工作起来是真的很辛苦哎。希望透过就是你知道比较有趣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很正式的看这件事情，因为。可能有时候离我们生活圈太远啊，或者甚至家里也有这样子的家人照顾者，他是会需要感同身受，会知道要怎么照顾他的，我觉得都蛮重要的。这整个大环境是有很多这样子的单位，他们是可以去找工作的。如果在路上遇到就是盲人人士的话，要怎么去辅助他？四个步骤是问拍引爆，问拍引爆，对。那问的话就是问他需不需要协助，对对。那拍的话就是刚刚的拍，对。拍完之后呢，就会让他搭着我的肩膀。引的话就是引导他，这样子引导他。哦。如果我们路上有坑洞或者是有阶梯的话，就会跟他说前面大概有三层的阶梯要往下，或者是前面要右转，指令要清楚。我觉得今天来这个体验，心里感触蛮多的，有感动之余，然后也亲眼目睹跟我们不同领域世界的这些人士们他们的辛苦的地方，我们这些看得到的人
是多么的幸福，珍惜，真的要珍惜，珍惜啦，及时的。爱够把酒，爱够心态，对。啊，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或者是有什么帮助，哎，欢迎到这边来。对他们这边是可以帮助这些身心障碍人士的庇护工厂。好，那影片的最后，希望大家一样要继续订阅我的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那今天很谢谢你们找我来，我非常的开心。如果要做爱心的话，也可以支持他们爱盲庇护工厂的这些手作的礼盒。爱干脆，啊，你想不想试吃？好啊，那我们来试吃一下。好 ，OK。大家拜拜。拜拜。哎呦，凤梨糕很好吃哎，用公仔每一都打九分。哇。来各位，听到了哦，听到了哦，打电话来说，档诶叫阿贝啦，不能讲档诶，要说打九折啊，档诶啊，哪个档又不是阿伯？你台语要哪讲？